最近我在办公室里摆了一个超大的玻璃缸，同事们都说它是一个动物收容所。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收容所里边有什么。打开门，盘踞在舞台中心的是这里最活跃的一位成员，他叫做小青。小青是一条优雅的绿兽蛇，大家不要害怕，绿兽蛇是一种毒性很低的蛇类。在几个星期以前，它被人发现并且送到了这里。再过一段时间呢，我们会把它重新放归到离人类更远的森林里去。在绿兽蛇身边是一片儿童活动区啊，这有一株月季，月季上面栖息着很多才刚刚孵化的小螳螂。现在虽然它们只有几毫米大，但是都已经能够独立的捕猎。和小螳螂们青梅竹马的是小竹节虫，而竹节虫是素食主义者，它们以月季的叶子为食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缸里种月季的原因。紧挨着月季的是一棵番石榴树，也就是芭乐。你看，几乎在每一片叶子的背后啊，都藏着大佛竹节虫的后代。这是一种体型很大，未来可以长到将近30厘米的大型竹节虫。在番石榴树的背后，这里住着一位沉默寡言的巨人，他是角花灵蛇。角花灵蛇的外表让所有人畏惧，但他并不会去伤害这些邻居。这种蛇的毒性也很弱，白天的时候他一动不动，跟身边的枯木融为一体。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是鸟类和壁虎。在地下的土里还生活着很多千足虫，他们专门负责分解其他动物所产生的垃圾。在这里还出现了一只鞭蝎，鞭蝎和蝎子是远亲，但是它的屁股上没有毒刺，只有一根细长的尾巴。鞭蝎是掌管这个地面的地头蛇，这些蟋蟀们稍不留意就会成为它的猎物。在玻璃缸的最角落，我还专门放了一盒香蕉皮。香蕉皮的作用是能够吸引果蝇来繁殖，而这些小小的果蝇就是小螳螂的美餐。在这个由土壤、水、光照和植物构成的小世界里，形成了一个大自然的缩影。我期待不断会有新成员的加入。至于这个玻璃缸叫什么名字，也再次征求大家的意见，欢迎大家出谋划策，帮忙起个名字。接下来呢，我在办公室也会继续更新这些小生物们的日常生活。好了，大自然充满魅力，我们永远保持谦逊。